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选手，我用6年的时间来学一门手艺，从零开始，能学到什么程度呢？6年过去了，他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现场。哦，掌声有请陈展浩。我心情好，来到黄金100秒，上央视孟金元，舞台表演比蜜甜，杨帆叔叔长得帅，主持节目真不赖，嘉明叔叔也很棒，又会说来又会唱，我要向你们来学习，不能老是吹牛皮，来到黄金100秒，看到观众我问声好，只要你是真黄金肯定发光，你放心，不信你就看看我，努力练功别上火，打打快板唱唱戏，保你人生就如意。说到这里刹住车，我的祝大家梦想成真了，呵呵乐呵呵。好，听了这小伙呢这段快板，我决定收回刚才那组的项链，我觉得你比他们俩强。来，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陈展浩，今年8岁了，来自美丽的牡丹之都山东菏泽。所以6年的时间小朋友学习，那真是一身的才艺啊。除了快板，叔叔问你还会什么？唱戏。唱戏，你可不要小看这个唱戏啊。嗯，你先说你听过哪些传统的戏曲。京剧呀。来一小段好不好？好。这一封啊是进来都瞧，天之皇中成功劳，站立在营门传令号，大小儿郎啊听根苗，头痛啊鼓战烦躁，二痛啊鼓进战袍，三痛鼓当吃巧，四痛啊鼓把病掉。好，曲剧好不好？曲剧我还精心的准备了一下，我还有一位助演。你还带9岁就有助演了？哎呀，曲剧，哎，有请助演，有请展浩的助演登场。哟，助演都扮上了啊！我就哎呀，我就哎呀，一上来怎么那个主演就把衣服脱了？我这天哪！这样扮上，哇！给我们介绍您的助演是？这是我的妈妈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展浩的，不管是在学习方面，还是在这个艺术文化那个方面，最大的支持者。嗯。我还得随时给他担任这个预备御用的这个陪练。今天这造型我不懂啊，这是要演哪一出呢？卷席筒小苍娃选的。这里边还有打戏是吗？对。好，来自己报幕，然后我们就开始，好不好？曲剧卷席筒讲段，小苍娃我离了登峰小信。好，来有请。走。妈妈不够狠呢，再狠一点。走。浩唱得很投入，我呢也偷偷的看看妈妈，妈妈一直在走神，妈妈拿着这个看观众，然后再看看观众，我儿子演得好不好，而且还有点犹豫。
老觉得自己刚才那一脚踢狠了，对吧？妈妈来介绍吧，她是什么样一个机缘让她开始学这个传统的戏曲？她嘛，从3岁的时候，她就喜欢，就是说看电视的时候，她就看见这个戏曲频道的时候，就是目不转睛的，就是很投入那种感觉。哇！然后别的小朋友就看动画片什么的，看少儿频道。对对对，她就看这个咱们中央11频道的那个戏曲频道。这就是天赋啊！原因什么？家里边有这样的氛围吗？没有，爸爸和我都不懂戏曲。爷爷奶奶呢？爷爷奶奶也不啥，就是爷爷吧，年龄大了爱听戏，但是也不唱。要不我给他当借差都当不好。真是，这是逼着鸭子上架。但是也要给妈妈点赞，给家庭环境点赞。就尽管一家人没有戏曲，但是因为他喜欢，对不对？家里人就支持他。对，因为他喜欢，老师说刚开始是给他配的2个他们学校的那种小孩，他那小哥哥给他当借差，但是老师说你的孩子太有这方面的天赋了，我害怕他万一走出我们地方去别的地方去演出，别的孩子肯定不会为了你的孩子请假去陪着你的孩子演出啊，就这样才跟我们两口子商量，把我们编排到这个戏曲、这个剧情里头了。这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刚开始的时候可难了，我不是给他走顺拐，就是笑场。到今天我还是演不好，我觉得很对不起儿子。他现在可能还小，不太懂啊。等他再过个10年，再看这段录像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，你会特别感谢爸爸妈妈了。为了你，我这个角度能看清这个展浩的这个表情啊。其实讲这些话，孩子是懂的，对吧？你今天想对妈妈说什么？妈妈，我爱。哎呦！妈妈，加油练，好好练，行吗？行。我其实觉得给孩子最好的这样的一个礼物，就是给他一个学习的氛围啊。尽管一家人不懂戏曲，但是因为他喜欢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。对，妈妈就扮上了，就跟着儿子走天涯，鼓励他从兴趣到爱好到成他的特长。他在家一遍一遍的教我怎么借他的表情啊那些，我们就是学不好这个。妈妈已经很伟大了，今天这段话我相信会感动很多观众。我们中国父母有时候说实话可能行动会多于言语，让我们表达不会表达，但是妈妈今天通过一个不称职的借差，但是呢展示了一个伟大母亲的形象啊。而且我通过这个画面，特别儿子刚才说这个话，我觉得这个台上的妈妈也是最幸福的妈妈，对吧？是。你会给孩子施加压力吗？我不会给他施加压力。我比如说这次来参加节目，妈妈有没有跟你说你一定要成功啊，你一定要拿个项链回来？没有，妈妈没说过。妈妈怎么说的？我说孩子，你只要尽力就行了。好，非常棒啊，真好。你来跟妈妈一起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。是金子总会发光。哇，请转身。请登上黄金大舞台。黄金100秒计时开始。五品的州官，道理不
想把这个烟囱填，老贼要三千两，我没的钱。挑战成功。你要给县官送金项链，这画面不太好吧？大庭广众之下，谁说的？我是给县官他妈送的，对吗？是给妈妈的吗？是。啊，你看你那么懂事啊，刚才一说，妈妈都特别开心。我们也来看一下你获得的现场的票数是121票，加油，张浩，孟继元。